还有吗？没有，我那件的那件。哦，我猜二条腿好不好？二条腿。共犯，可恶。雷梦，你不满意我的换牌吗？为什么嗤之以鼻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们很合啊，很爽是不是？我们超合的，我们爽到笑出来。九万，九万，秘籍再说啦，哥这是你秘籍哦，都可以。先破秘籍再说啦，八万，八饼，八饼。八饼，一万，九饼，几所？东，九万，九万，九万，七包，嗯，九万。八谁？八谁？好，一万，好，三分，可以，好，好，浩哥怎么会先丢发财？因为奇怪，是怕死啊，先跑啊。他直接跑啊！可是如果他碰了发财，我也不会丢白皮啊。碰应该没有人会丢白皮吧？嗯，对啊，金牌就丢了。啊，他如果碰，谁会丢白皮？不会丢吧？碰发财的话，他也可能碰啊。你也可能碰啊。就如果他我先跑啊，那个迟早要跑的。我绝对也很难碰到吧。发皮。应该听了，应该听了，应该听了。浩哥，你是说？我不是听双头，我绝对不是听双头。说其中一，他打五所，他刚三三五，二三三五啦，二三三五六。不是听南风。九万。还好不是我啊！哎呀，听那么多啊！绝章中的绝章，真的六万你对大台六万你们七手，你七手六万吗？七，你说大台好，你问六万吗？对啊，六万破了啊！绝章中的绝章。